后万丈机1080度，但是出界了没有站稳，开始完成是一个一组的难度，就是0.2的加分。现在后手翻，直立后翻转体900度，再接团身的前空翻，这组有0.5的加分。孟慧兰这个动作很熟练，舞蹈动作也非常纯熟。现在后手翻，快速空翻，直立后翻转体720度，再接俯撑，快搓空翻接直体720。后手翻小一次落地，这是后软翻。好，我们来看看莫菲兰的结束动作。结束是毽子后手翻接躯体空翻2周。它的结束动作是躯体2周，这有0.1的加分。观众朋友们，虽然莫慧兰的这一套动作啊，开场1008。